我们将深度参与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工作。中国将竞选2024至2026年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，倡导联合国人权机构秉持公正、客观、非选择性的原则，同等重视系统推进各类人权。旗帜鲜明的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，继续倡导以和平促人权，以发展促人权，以合作促人权，以公平促人权，认真落实中国在人权理事会第三轮国别人权审议中接受的建议。我们还将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轮国别人权审议，继续积极推荐中国的专家竞聘联合国人权特别机制，推动解决特别机制专家地域代表性不平衡的问题。